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子，你好，请你好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请你吃薯片。来，除此之外呢，我要变个非常厉害的魔术给你看。好，薯片。没放什么吧？没有没有，正常的薯片。好，除此之外呢，你看这边有一个硬币哈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吗？先。嗯。好，先拿着。好，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？薯片是密封起来的，对吧？很普通的薯片。嗯、接下来我要把这边硬币呢变到罐子里。看这个吗？对。怎么变？叮，这样硬币就消失了。你可以打开罐子看一看。对，打开了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硬币已经出了。